高鸟，欢迎收看大户筹码论。今天台北股市再度攻高，中场上涨157点，收在17755点，成交量呢是5341亿。那么今天盘是怎么做解析？我们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，首先欢迎到是华信投顾张大文分析师，大文老师好。大户筹码泄露天机，全国东森同学大家好。第二位欢迎到陈奕群分析师，奕群好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盘面上光掌握，刚刚为你请教大文老师。好，大户筹码泄露天机啊！首先，我们恭喜所有东森的同学，昨天再度见证啊，再度见证。从六月份以来，从90多块以来，一路请你重压大买的苹果二号啊，从90多块，昨天强攻涨停，今天啊再创新高，短短半个月的时间。大涨了30块哦，10张就30万哦，啊，30张就90万哦，全国同学，30张就90万哦，哦，好好思考一下哦，30张只要300万，300万半个月的时间就看到90万哦，哦，那你这半个月来，你300万有没有看到90万？你100万有没有看到30万？啊、哦，有200万的同学，对不对？半个月前。200万20张一样，200万看到60万，所以这半个月来，如果你200万看不到60万，你300万看不到90万，你务必赶快拨电话进来，跟上脚步，好不好？昨天大家再度见证啊，苹果二号再攻涨停，再创新高，10张30万，30张90万呢啊。好，那今天再度见证，可爱了啊，鸿海电动车。鸿海电动车啊，今天是不是再喷第三只涨停板？赚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什么？你要买对主流啊，全国同学啊，这张老师一再苦口婆心啊啊，大户进货股价才会大涨啊，大户出货筹码转空，股价很抱歉呢啊，哪怕指数涨了2000点、3000点呢啊，你照样赔钱呢。你说张老师真的假的？我一再强调，赚钱你要有正确的观念啊，你不是每天乱射飞镖啊啊，看到现在怎么涨就追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股票买个10几档、20档、30档，有用吗？搞到最后满手套牢，因为你手中的股票通通不是主流嘛，通通不是主流嘛。所以我强调，你要赚钱没有问题啊，那你有没有好好问问自己，你手上的股票到底是不是主流，到底是不是大户进货的主流啊？你锁定主流，重压大买，你才有资格享受大波段的获利啊！啊，如果你手中持股买错主流，买错主流，满手股票下场，满手套牢。哎，你说张老师真的讲了？导播先打大盘 K 线，从一月份，全国同学，从一月份大盘 K 线，全国同学自己看一下嘛！啊，从一月份台股在15000点附近，哎，15000点附近，哎，今天。17797哎，今年台股再创波段历史新高哎啊！从一月份以来涨了快要3000点嘞啊，熊同学，那我问你啊，从今年一月份以来，你有没有赚钱呢？啊，涨了3000点，你有没有赚钱呢？熊同学，好好诚实的啊，好好的诚实的面对这个问题。我只请问熊同学，今年一月份。台股封关前一月份，当时全市场最热门的散户投资朋友拼命想追的什么股票？护国神山呐、啊！啊，今年一月份这档股票，它的股票名字叫做护国神山呐、啊。谁？台积电呐、啊！来，导播打一下，先打大盘，大盘加权指数。从15000涨到17797，涨了快要3000点啊！全国同学，所有今年年初600多块以上去追台积电的，来导播打台积电，啊，你告诉我，你报了6个月，台股涨了3000点，再创历史新高。所有年初600多块去买台积电的，很多人买630、640、650。到今天哪个赚钱了、啊？到今天还在590几块、啊，熊同学，这就是张老师告诉你，这很残酷哎、
啊，常常很多投资人跟我说，张老师啊，对不对啊，你买的股票对不对啊，买股票啊，买赚钱的公司啊，那我问你台电赚不赚钱啊，啊，谁告诉我全国同学台电赚不赚钱啊？台积电是中华民国最赚钱的上市公司，所有年初去买台积电，你报了六个月，到今天通通是 loser， 通通赔钱。为什么？不是主流嘛，是不是？那封关前的主流是什么？全国同学，好好想一想，这是张大文张老师在封关前，现在 YouTube 节目都有，你去打一月份。封关前，当时所有的专家、所有的老师都在带你去追半导体、追台积电，只有我请全国同学重压大买什么？我讲了，2021的全新的主流是什么？航运股啊！六个月前的事情，到今天，你看所有的财经节目消息，每个都跟你讲航海王、航海王、航海王，但是在六个月前，谁跟你讲航运股是主流？当时我带全国同学重压阳明海运的时候，当时是多少钱？全国同学，你回答我啊！一字头哎，一字头带你买阳明海运哎，哈哈，十几块。那时候甚至有东森同学一个大姐，我讲过很可爱，打电话来跟我呛一下，说张老师啊，航运股不入流，他说我不入流，他半导体是主流。结果今天呢？我六月前请你重压航运股，重压阳明在一字头，啊，18块啊，18块啊，今天呢，还是一字头哦，哈哈，但是从18块变成180，啊，所以那个东森的大姐，我相信你现在可能也在看我节目，啊，我没有在责备你啊，我是说散户就是这样悲剧啊。六月前一字头叫你买阳明，还打电话跟我呛虾，这不入流，我要买台积电。结果六个月以来，阳明从180变180，涨了10倍。这六月来，当时全市场疯狂追逐的台积电，从670今天还在590。这都告诉你悲剧，这就是这样一再一再的发生了。所以投资朋友对未来谁是主流根本搞不清楚的，啊。六月前全部在追台积电，到今天报六个月赚钱举手啊，通通赔钱。我告诉你，那半月前你听我的话重压航运股，对不对？那阳明海运你丢100万，100万变1000万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丢100万，今天变1000万。好，过去就算了啊，错过阳明涨了10倍的，对不对？这次15、19啊，我请你大捡便宜，我带你买什么？15、19叫你大捡便宜，我带你重压什么？国巨嘛，啊，跌到300多块，告诉你大捡便宜嘛，啊，重压大买啊，全国同学，啊，结果呢，569啊，你不要以为国巨涨完了，啊，今天是对不对？今天是这个停止交易一天哦，啊，我这里我只叮咛你，你不要以为国巨涨完了，好不好？大涨了170多块，国巨会涨到哪啊？10张170万哦，20张差300万哦。好好想一想啊！我在五月份跌到300多块，叫你大买大买大买，今天是不是大涨？啊啊！10张170万，20张300万啊！那错过国巨的，是不是跟你讲国巨二号啊？啊，从300摔到200，对不对？那跟你讲第一季的获利。暴增3倍耶，二开头二结尾的啊，从203国巨二号大户进货翻多哦，跟你讲错过国巨大涨170多块的国巨二号，啊，准备大涨啊，今天呢，啊，尾盘有没有强拉大涨，好不好？二七了哈，会涨到哪啊？10张又20万喽。20张又40万了哦，啊，国巨二号大波段操作目标价，今天务必拨电话进来，拨电话进来啊！不论是国巨二号，好不好？那国巨外资，这是外资讲的啊，外资上调国巨目标价，大家自己眼睛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我张大文大户筹码什么时候叫你买国巨的？
三字头啊，亲眼看的哈啊，那错过国巨的国巨二号啊，从203大户翻多，今天227了，何时要230？何时要240啊？250会不会来？赶快拨电话进来，好不好？那再来跟你报告，一路跟你报告，矽晶圆嘛，涨价嘛，啊，环球晶、合金啊，全国同学，五月份跌到600多，大捡便宜耶。结果呢？啊，600多，快要1000了，我跟你讲啊，10张300万哦，10张就300万哦，啊，那再来错过环球晶的，跟你讲合金啊，五月份跌到40，大捡便宜啊。有没有涨？大涨60%啊！啊，那一路错过阳明是不是啊？涨了9倍、10倍了啊！错过国巨大涨100多，环球晶大涨300的，未来谁会大涨啊？未来谁会大涨？这是张老师的责任啊！我不是来每天节目跟你讲10几档、20档股票，讲那么多干什么？射飞镖啊！最后又搞得你满手股票，满手20、30档，你会赚钱吗？满手股票，满手套牢，对不对？从今年年初错过阳明、错过国巨、环球晶的，未来就会大涨。谁啊？我从6月份天天跟你讲谁？苹果，天天就是讲苹果。啊，你看我张老师节目，我没有变来变去，主流是很目标方向是很明确的。啊，不是今天钢铁股啊变钢铁股，明天航运又有航运了啊，明天网通啊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网购又被网购了啊！我们买股票看好一个方向，重压大买啊！苹果商机跟你讲，苹果去年 iPhone 12大卖，今年 iPhone 13又是大卖哦，已经上看2亿只以上喽。所以这一次苹果全球新增的200大厂，台厂有6家，对不对？那首选康控，从50多啊，一口气大涨50%呢，大涨50%呢啊，逢高获利，好不好？那错过康控大涨50%的啊，未来谁会涨？6月份以来，天天给你报告，错过康控涨50%的，接下来呢，苹果二号66大顺嘛，跟你讲跟康控一样，首度打入苹果200大供应商，又积极的抢进苹果 mini LED 的订单，又是三星的供应商，又是鸿海的子公司，对不对？所有的天时地利人和。务必造成他今年下半年业绩爆发嘛，又是 mini LED， 又是中国大陆把欧菲光干掉，对不对？那订单又回到他身上，又被苹果列为前200大供应链，他的母公司富爸爸又是鸿海，又是三星的这个指纹辨识的订单，三星也有，苹果也有，鸿海也有，他怎么能不发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从90多块跟你讲，把握把握嘛，把握嘛。你有100多万就买10张啊，200多万就20张啊，300万就30张嘛，重压大买嘛。结果呢，107、114啊，昨天呢123哦啊，还涨停哦。今天呢，全国同学自己看一下，自己看一下，短短2个礼拜是不是大涨30%啊？啊，大涨30%啊，2个礼拜前一个大捡可爱，对不对？手上股票快20多档。算一算有300多万，手上半个月前有台积电了，日月光都有。来，导播，我们打一下台积电啊，放大一点。半个月前啊，6月中，你看那时候在600多块。我刚才讲，你赶快卖掉了，不要了啊！他台积电到时候抱很久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半个月前609，今天595啊。还有日月光，看一下日月光371，半个月前120，我你赶快卖掉了。不要半导体了啦，今天是不是110啊？啊，半个月前我就全部搬到半导体，通通不要去重压苹果二号、苹果商机，对不对？来，导播，这里，是不是300多万啊？20多档股票卖完300多万，买多少？30张嘛。今天自己打电话来，张老师啊，30多张赚了快要100万了。半个月的时间，300多万，买了30多张，今天快赚了100万了，全国同学，这赚钱不是问题啊！这半个月你300万买台积电有赚钱吗？这半个月300万你买日月光有赚钱吗？到今天通通赔钱，
对不对？你不去买苹果商机六六大顺，今天300万会看到100万吗？啊，熊同学，好不好？那再度见证苹果二号啊，再喷涨停，大涨30%哦，啊，10张30万，30张就90万了啊。好，苹果二号目标价到底在哪里？赶快拨电话进来啊！再来玉军光跟你报告嘛，苹果光学啊，这次达到300多块，大捡便宜啊，对不对？又拿到 Sony 的独家啊，这个镜头供应商，那供到540多，跟你报告何时要看到六字头？结果来了没有？来了没有？琼同学，差2块啊！你不要说张老师差2块你不准哦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那当然，短线大涨了200多块啊，面临600块的压力，当然短线要拉回来一下，要拉回来一下，好不好？所以操作上接近600逢高，哇，我们也请同学调节一下，好不好？但是玉军光会涨到哪啊？好，错过玉军光的苹果光学，再来这档苹果光学二号啊，才三字头，物美价廉啊，啊，低价转机啊，今年又打入苹果头戴装置跟 Apple Car 的供应链了，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档股票未来对不对？同样在苹果光学，玉军光大涨200多块的苹果光学二号，特别注意啊，特别注意哈，何时要看到四字头啊？再来苹果3D 3开头5结尾的，一再跟你报告是苹果3D 主要的供应商嘛，从315，从315供到384啊，逢高获利一下，对不对？大涨60多块啦。啊，10张60万呢，啊，上礼拜拉回358，跟你讲什么？拉回再买，这就是我们的操作嘛，对不对？大涨60多块，逢高获利，上礼拜358块，告诉你拉回再买，跟你预告整个产业趋势，3D 苹果的 3D 光达感测的独家供应链，对不对？跟你讲股价还会涨哦，还会突破前高哦，还会创新高哦，还会突破384哦。你说张老师你在骗人吗？啊，邱同学今天有没有突破384啊？有没有啊？388。所以大户筹码对未来谁会大涨一目了然，清清楚楚，没有任何含糊的空间。今年元月初10几块重压航运股阳明，现在180快200了，对不对？那再来6月份跟你讲，对吧？5月份叫你重压国巨，大捡便宜，重压矽晶圆、环球晶合金，是不是都涨得涨翻天了？6月份跟你讲康控大涨50%，跟你讲66大顺，对吧？大涨30块，一档接一档啊。那这档3开头5结尾的，今天是不是在创新高呢？啊，10张70万哦，20张140万哦。好，最精彩的苹果商机大波段目标价，拨电话进来。再来，张老师节目的精髓、精华中的精华，就是张老师。不是每天拿这些大涨的在跟你啊，在跟你这个老王卖瓜啊！我永远就是告诉你未来谁会涨，未来谁会涨啊！全国同学，你又错过亲眼见证苹果商机哦！未来谁会涨啊？谁啊？啊！我跟你讲谁啊？是不是鸿海电动车啊？鸿海又结盟传统汽车裕隆，又结盟国巨。鸿海全面的打造未来电动车的平台啊啊，这档鸿海集团，对不对 ？ADAS 先进系统跟鸿海策略联盟啊，6开头3结尾的啊，熊同学从40多块，从40多块啊，带你买完涨停，涨停啊，2天喷2只哦，对不对？强喷大涨快30%哦，上礼拜57块把握获利一趟啊。拉回50块，告诉你拉回50块怎么样？再买嘛！我问你嘛，鸿海集团，啊，产业趋势结束了没有啊？结束了没有嘛？全国同学，鸿海电动车你看到了没有？你还没开始嘛？所以整个商机正在酝酿中。所以这张股票上礼拜2只涨停送给你，高档获利一趟，拉回50，再买，再买哦。今天呢？自己看好不好？大家自己亲眼见证了。今天这是什么？哈哈，今天是不是再喷涨停啊？今天是不是再喷3只涨停啊？自己讲啊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好不好？3只涨停啊！那这档股票什么时候再创新高？什么时候看到6字头？好不好？
今天全国同学再度见证鸿海电动车今天再喷第三只涨停，好不好？那鸿海电动车大波段目标价啊，以及苹果商机大波段操作目标价，还没赚到钱的同学，还没赚到的全同学，下半年请你跟我们锁定这两大主流，掌握大波段的获利，苹果商机、鸿海电动车，想跟上的同学，今天请你务必立刻拨电话进来，好不好？我们月底有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啊，这个辅助的啊一个方案来帮助全国同学，好不好？还没赚到全同学，手上满手套牢的啊，很多人套牢面板呢，群创友达的。不要难过，不要悲伤，好不好？振作起来，我们向前看。下半年的主流苹果商机、鸿海电动车，张老师都帮你锁定好了。今天立刻拨电话进来，明天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，跟上脚步。好，那更多操车现况回来继续再请大文老师帮大家做解析。回到大户筹码论，进步的个股解析，再把时间交给大文老师。好，锁定主流大波段获利哈，这一次错过国巨五月份国巨环球金大涨的大波段行情呢，未来是会大涨苹果嘛，对不对？那给你报告的康控大涨五成，错过康控的六六大顺，从九十多、一零七、一一四、一二三，今天一二八了，全国同学十张三十万，二十张六十万，很多同学三百多万，三十张起跳，三十张今天快要一百万了，全国同学赚钱很难吗？好不好？再来错过苹果商机的，跟你报告啊，下一波谁啊？鸿海电动车啊，鸿海电动车嘛，啊，这绝对是未来台湾啊蓝海整个主流啊大的一个产业的趋势。那这一次鸿海企图心很强哎，他打算成为电动车啊产业里面的全世界的什么 Google， 了解吧？啊 ，Tesla 是苹果，他就是 Google 啊。所以这一次鸿海电动车，我们锁定了这档六开头三结尾的，从四十多块，请你重压大买，结果呢，涨停再涨停啊，一口气大涨了快三成，急冲之后逢高获利之后拉回五十块，告诉你拉回五十还是要买啊，鸿海电动车啊，啊这一次啊马力十足啊，要开到哪里啊？今天鸿海电动车果然没有让投资人失望。果然没有让投资人失望，是不是啊？再攻第三只涨停，再攻第三只涨停啊！何时要突破前高？何时要突破六字头？好好问问自己，好不好？恭喜全国同学啊！今天再度见证鸿海电动车再喷第三只涨停，好不好？那鸿海电动车大波段目标价务必跟上，赶快拨电话进来，以及苹果商机下半年整个大波段操作目标价。今天还没有赚到钱的同学，如何锁定主流，跟上我们大波段操作？满手套牢的不要难过，不要忧伤，拨电话进来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明天立刻跟上我们下半年的主流啊集团，苹果商机、鸿海电动车，张老师帮你锁定好了，今天立刻拨电话进来，跟上脚步。好，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，要提醒观众朋友了，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应该独立判断审慎评估，并且自负投资风险，也祝您操作顺利，我们再会。